太祖高皇帝，在宫门外面立了一块铁碑，上面写了什么？掌嘴。记得就好。你收了几个干儿子？我都是他们叫着玩的。掌嘴。 皇上还没有大婚，他的太监连儿子都养下了。你说了六个干儿子，怎么告诉我？这真的是他们非要往上凑啊！皇上，皇太后，皇上在折子里面批注好了要提拔哪一位官员，你就提前跑到人家家里去索贿，说这事儿是你办下来的。 有这事儿没有？奴婢，外地官员到户部去交卸职务，你那些孝子贤孙就在外面替你招揽生意。我给你讲个笑话，皇上，你听听他有多聪明。他找人在地安门外开了一家古董店，里面就卖一个花瓶。 找王振公公办事，30万两银子，把花瓶买出来送到人家家里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把折子放在了最上面，哼，怂恿皇上批了。花瓶呢？ 原封不动再送回去，这手段好啊！你这么有能耐，在宫里边做人，太可惜了。